就叉腰，或者蹲下去，没有叉，又站起来这样子，总共这种假动作大概都要半个多钟头。啊，他来其实讲最简单的啦，消费者他但是是来玩的，来玩的状况里面，你要如何让他取得他要的东西？因为他花的钱里面，你要如何让他取得他愿意再来下一趟，是愿意去了解到环境跟农业的一个方式。我就跟很多农友讲说，你只要具备三个东西就好，会导览，什么花啊，什么草啊，什么树啊，什么山的，只要学一次可以讲一辈子。为什么知道吗？讲我自己就好了。你看哦，一个礼拜演讲一至三次，对不对？讲的东西万变不离其中，讲的差不多意思啦。就从总农夫自己讲到店，讲到生态园区，讲到做展览，讲到这个的，都讲差不多。但只要学一次，哎，讲哦，讲好久这样子，所以不会太困难的。人生只要学一套，这一套功夫哦，可以用很久这样子。为什么知道吗？来的消费者会一直改，所以这套东西哦，每次讲都以为是新的这样子啊。所以只要会生态导览，学一次就好了啊，不会很久啦。你知道吗？因为你大概好像讲一两个钟头的东西，基本上不会学习是很久的，就是慢慢的吸收之后，这个最简单的啊。第二个咧，会煮一餐就好啊，那一餐怎么煮？我先告诉大家说，不要这样煮的，什么我要煮日式、韩式、意式、什么西式，什么什么都不用的。这个世界你家吃什么，你就煮什么东西给消费者吃就好了。你知道为什么吗？这个世界哈，如果消费者来啊，是为了吃什么好吃的，我看他不需要走到这里来了。他在他家，他在城市里面可以吃到很好吃的东西，可能料理上都比你厉害很多。但你来到这边里面，为什么你煮的东西会很好吃？只要不要太奇妙，没有农友煮那种太奇妙的。我们上次有一趟去吃，真的很奇妙，但大家还是很踊跃的去参与这样子啊，因为很累啊，一去就是割稻啊、弄东西啊，这样跑来跑去，弄了一两个钟头，就整个那个汗连流到都差不多意思，你知道吗？这种就是上面放的，只要能塞到嘴巴里面去的，基本上你都觉得它是美味的啦，因为就是太饿了啦。就是今天只有馒头吼，就配水它也都吃下去的啦。为什么？你就简单啦，因为它今天就是肚子饿啊，肚子饿吼，什么东西都好吃啊。如果肚子不饿啊，仙丹它也吃不下去这样子啊。所以就是你要只要会煮一餐，生态导览煮一餐。第三个就是你要一个手做 DIY 的一个体验。如果今天是割稻也好，到中央它可能是用稻草可以编一个东西。但是我告诉大家说吼，尽量不要把你做的东西里面回去是两天三天它就不见，就是来割稻就送米，来采茶就送茶叶，这回去之后都会消失的，尽量不要这样子。为什么你知道吗？我们都告诉大家说尽量做什么，你知道吗？很简单，像做染布这种的啦，做汤匙、做筷子、做相关的。为什么？因为吼，如果你做染布，染布最简单，山上挖一棵鼠狼，如果没有鼠狼，就用染布的东西，就是不然就用食物染，就是你吃芋头但不吃芋头皮，芋头皮洗一洗之后下去滚，其实芋头皮是可以染颜色的。如果没有洋葱，你吃洋葱皮也可以染颜色。这个东西叫食物染，食物染色的一个方式，就是你把它丢的煮一煮三四个钟头之后，桌上哈就是放一个棉布，一人发一张棉布，发弹珠啊，发什么钱币，发筷子，发橡皮筋啊，给他一绑绑一两个钟头，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是艺术家，绑的时候都好认真。但我告诉你，从以前到现在办的活动，我们刚好市集今年是七年，办的活动里面只要是做染布的，我敢跟大家保证，那待会染完一拿出来一看啊，我真的快要流眼泪了，你知道吗？就大家真的艺术天分真的好弱的样子，我到现在从来没有看过绑过好看的样子啦，都丑的要死这样。然后我说你看这很好看，我就说心里都有个淌血，你知道吗？我在里面讲谎话这样子，那就讲实话都很受伤。而、啊、我自己讲谎话，就觉得自己这样子很不好。人家说还可以的，啊，为什么你知道吗？母不嫌子丑，你自己做的东西，你就会觉得也有成就感啊。我都到时候我都跟他讲说，哎、啊，回去可以包环保筷啊，当手帕也好啊，或做相关的。就是他这一次做了之后，他之后会拿出来用。如果他做的是汤匙筷，他之后就会拿出来用。用的时候，他想说：“哎，农的米庄今年要不要再去一次？”或者他之后出产的农产品的时候，他在做购买的时候，他的印象其实是提升的。这个东西它其实就是一个观念，你要如何把消费者跟生产者之间的距离拉近之后，关系给慢慢的延长，这其实是很重要的。就你在农业的另外一种可能上面的时候，就你在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是要往长跟久，慢慢的去做下去，而不是只有做了这一段之后他就没有的。其实在台湾人里面就发现一个很可惜的，就是说我们做了很多的事情里面是不会去做记录跟书写，很可惜。因为我们做了许多的事情里面你都不记录不写的时候，
不记录跟不写的时候，我觉得说台湾人真的很可惜。那时候我跟我们工作人员讲，他说，你要说我们去租了一个生态园区，你知道吗？就一个旧学校，台湾现在总共有七八十所旧学校，就是之后都废弃的，因为孩子越来越少，偏乡的小学就一直整并，一直整并之后，这些学校它就是变成只能养蚊子，只能给游民住，只能很多的关系里面的时候，我那时候一直跟工作人员讲说，你整理这个旧学校里面，你一定要做记录跟书写，你才会让更多人去看到跟了解。但是你会发现台湾间的人吼都很难，就是我可能写了 FB， 但我就不会把它写成部落格。但是 FB 的东西里面你没有办法找到以前到底在干嘛，你唯有记录下来，你才有办法去整理到你自己做了什么事情啊，让在讲述的时候让更多人去知道跟了解。我所以常讲嘛，你拿一只手机吼，手机上面有备忘录，有记事本，有什么东西啊，大家上面吼都不用，大家上面只会玩游戏，人们只按到眼睛出问题这样子。你不觉得很奇怪？写一下，无聊写一下哦，你就发现他说写了，你就会记得，写了整理，你就会慢慢的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所以那时候常跟他讲啊，如果这个学校是我做，很简单，我可能变成台湾的社造大师呢。为什么你知道吗？台湾人哦，就缺乏的是讲述。那你做了许多好玩的过程里面的时候，跟努力的过程里面，从来都没有讲述。你到做到现在，他可以变成社区图书馆。啊，变成社区共识的地方啊，变成说吼，你有个社区小经济，就是我们会教大家做木制的汤匙筷子，那就是之后可以去做贩售啊，因为我们就是用漂流木或是用露宿修剪这样子，啊，到时候你发现到说，慢慢在做的一个过程里面的时候，都没有做书写，所以我就跟政委讲说，其实你很可惜，如果你花了你人生之中，对不对，这么重要的三年，才二十几岁，花了三年的时间，但你的记录是零啊。以后人家根本不晓得你在做什么，但是你发现现在的年轻人里面，你要去跟他做讲述，其实很难。我说里面随便讲几个故事，我那时候还把这个人还帮报纸在做写稿的时候，我还把那种故事还写上去，人家觉得好好玩哦。我说很简单，你在讲述的时候，你会把你记得的事情之后去给书写出来的时候，你会吸引到更多的人。但是你发现他说，因为之前比较有空，无聊的时候都藏在这个地方出现，这个地方就是一片空的，一片空的时候，对不对？一片空的时候，你发现那时候我举一个最好笑的时候，想说吼，我们第一次啊，这个地方吼里面住四个游民，我告诉你，游民要留下来，你知道为什么吗？有游民在，因为不然没水没电，没水没电有游民吼，大家还比较好相伴，因为举目无亲，什么东西都没有，游民在的时候还不会比较怕看到鬼这样子啊，对不对？不会说会不会害怕这样子，也都不会啊。如果游民都没有了，到时候开玩笑，你自己住在那边的时候，风吹草动，你就觉得有什么状况会发生这样子啊？大家听懂这意思吗？啊，但游民之后为什么搬走，你知道吗？不是我们赶他走的，是因为来参观的学生把他弄走的。啊，为什么学生会弄走这些人，你知道吗？就然后台北真的跟其他地方真的不太一样，台北很多人没有看过游民长什么样子。他以为是演戏的，你知道吗？就游民天气很热，就穿条短裤就躺在地上睡觉，还有很热嘛。啊，他一去看的时候，问说：“干嘛？”游民，游民真的有游民呢？我跟你说啊，你在台北有没有看过游民呢、喔？你知道吗？很多人吼、喔，台北里面吼、喔、是没有离开过台北的，他的离开台北就只是机场坐飞机出国去而已，所以他的南部是三峡就以南，几乎就南部的啦。他的北部吼，就是汐止以北，就是北部的、啊，他几乎都没有去过南部，也没有去过东部，这样他只有出国过这样子、啊。所以他游民的时候，那游民真的呢，演戏的，我看你拿着演戏，游民还有演戏干嘛？他说拍照可以吗？而且他躺在地上睡觉，对不对？他本来是蹲着拍，觉得不好，他说那我跟他躺着跟他一起拍吧，就这样拍啊，拍一次，拍两次，拍三次。我们那个朋友就说。小杨，我觉得说吼，我去桥下睡好了。我跟他说啊，不要这样子啊。他说，我告诉你，真的，我这有点快受不了了，你知道吗？他就说，就这样子躺着一直拍一直拍，他说，哎，这里就想不起来到底是为什么。所以到最后，我跟大家的状况就很大，游民之后就搬走了，就这样子啊。到之后嘞，我晚上吼之后就出了一些事情，出了一些事情就是，因为那个地方吼没水没电，只有在这个咔咔角。这个地方是有水的啊，所以没有电，所以晚上是没有灯这样子啊。晚上的时候，我们工作人员那个政委他就去那边刷牙，刷牙的时候发现灯光会移动，灯会移动不可能是路灯啦，路灯会移动代表有土石流，你知道意思吗？所以你人生的观感就是要去联想一下，那灯光移动一定是有车子来的，他就有看到车子来的，车子来了之后就有人从中庭这边走进来，他就往他这边走过去，他这边刷牙，11点多有人走进来，你觉得他是干嘛的？你觉得他干嘛的？
对，他都有脚步声，慢慢走路，对不对？来的时候全身穿黑的，黑衣、黑裤，戴黑帽子、黑口罩、黑手套，你觉得他是干嘛的？如果是你呢？你觉得他是干嘛的？我就发现这种地方一定要请艺术家。我们那个工作人员政委他就是个艺术家，艺术家的观感真的跟大家不一样。我听到他讲这个时候就，黑衣黑裤戴黑口罩，你觉得他是干嘛的？一般人会吓到会干嘛的？对，你知道他的想法是什么？知道吗？他真的很妙。我想说这个如果把它写成书，那真的超好玩的。他说，这么晚了，你对园区未来伟大的梦想都有兴趣？11点多都想要来了解呢，我现在没有好好的帮你做介绍，真的不行，你知道吗？他就开始讲述园区以后这里啊，这个地点啊，要做社区图书馆啊，他这地方要做什么手作的啊，这个地方要做什么社区共识的，这地方干嘛？就开始哇，这边比来比去讲好热情，你知道吗？我讲到对方那一站站一个多钟头呢，一直在掏口袋，想要拿名片给他啦，就刚好没带。没带之后呢，他想说啊，讲完之后刷完牙，他要走了，对不对？才发现这个人的后面还站两个。他就会跟他讲说，哎，那刚才我讲述伟大的梦想，你有听得到吗？如果没有，再专程为你们两个再讲一次。后面两个说，哦，有了有了，刚才都有听到，都有听到。之后呢，人就走了，对不对？他就给他外面给他送客呢，送客之后，晚上大概4点多5点的时候，就听到附近有一些声响这样子。啊，早上的时候就警察也来了，电信局也来了，啊，有线电视也来了，什么都全部都来了这样子啦。他就开车来了，问他说：“啊，昨天吼后面整个山头的大出坑上面的电线都被剪掉了，你知道吗？”他说：“不知道。”啊，不知道啊，不知道你住在这里。他说：“对呀、啊，因为他有听到声响，他出去看的时候没有看到东西。”啊，这个警察就跟他问了很久之后，啊，不然你知道什么？他说：“他就知道什么，你知道吗？知道车牌几号。”嗯，那你们知道车牌几号？他说。他虽然有点艺术家，但他大概有1%跟2%哈是有社会性的，所以他要把车牌记下来了。他就给警察讲，警察就抓到人了。本来故事只到这里就不会再有了，但为什么故事会再有下一段？你知道吗？就是来了，刚好驻地有一个报纸的记者，他就来这边聊天，啊、他还忘了那个是记者这样子。啊、那记者来跟他哈拉的时候，他就跟他讲说，这些人是有理念的，小偷是有理念的。哎，这个点。太妙了！那记者说：“哇，他超兴奋了，有什么理念？”他说：“你知道吗？因为我昨天晚上跟他讲述园区伟大的梦想，所以他没有偷园区的电线、电缆这样。”我连讲都认为你在乱讲，你会害死人的，你知道吗？为什么你知道？因为我们没有电了，就电线、电缆都被他剪完了啦。他就说：“不是，是因为我昨天跟他讲述的时候，他被感动了。”我说。不要再讲了，你这样乱讲啊！他的记者说：“哦，这样子是可以的哦，原来有伟大的梦想这件事情要出现。”打电话去派出所，跟派出所长啊，开破案记者会。哎、派出所刚刚讲说开什么破案记者会？我们最近没有发生事情啊。他说：“你不是下午有抓到那个剪电线电缆的？”他说：“有啊，因为我们想要去问他，他是不是受到伟大的梦想的影响，所以没有偷剪园区的电线。”我跟这位讲说：“你看你害死人了。”结果有电视台去哦，又。报纸去，你知道吗？还要求那个派出所要开破案记者，就要拉红布条这样子。他本来三个偷电线电缆本来没事哦，到之后上电视，就是因为他有伟大的梦想被影响到了。我跟这位讲说，郑文就是害死人了啦。他说你不觉得吗？我跟他讲说我不觉得啦。他就这样子，我说有的时候在做沟通的过程里面的时候，你看呢、啊？但是很多好玩的事情里面，你没有不见得你会去做书写，你知道吗？所以我跟你讲说，这里面真的有很多很好笑的事情的时候，你应该要去拍照之后去做记录。可能之后如果可以出成书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去让更多人去知道跟了解这个园区是如何从零，慢慢的去修。没有水的时候，你去修到有水；没有电的时候，你去修到有电；没有这个东西的时候，慢慢整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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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的时候，这个地方的一个生命的历程的时候，我觉得很多时候可以透过沟通的方式的时候，你应该让大家去了解到说，台湾许多废弃的地方里面，它可能。现在的一个人也走了，方式也消失了，但你要重新他赋予他生命的时候，你是怎么做的？其实不是要求的是说你自己要记录你自己到底要干嘛，其实应该很简单说，你的记录里面可以让后来的许多的人可以去知道跟了解之外，他想要去做他自己的一个梦想之地的时候，他其实是可以透过一种学习的过程里面去做交换的。但是如果你都没有书写的话，其实未来是很困难的。那时候我就讲另外一个笑话的时候，结果我们的水是隔壁的一个阿龙伯啊，他自己牵来给我们的。但那个山水哈，有些时候会断掉，
断掉之后，我们就去巡水。巡水的时候就会走到大处坑溪，大处坑吼，大处坑溪就是台湾采黄金的开始啊，就是什么八堵铁桥底下发现金沙，还从那溯源呢跑到大处坑这条溪的时候，才慢往上走，才发现金矿的路那个源头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去巡水，巡水的时候要走在河床里面，走到河床里面的时候，发现他说，因为当时以前发生过土石流，虽然他有梳子坝，就是梳头发那个梳，但他其实是用水泥做成的那个坝体这样子，所以我们就越过了这梳子坝，就开始在底下走。走的时候一开始就觉得人生很浪漫，就荒野求生记，因为你发现其实看起来没有很远，对不对？我刚才在河床里面走的时候，跟路上走的真的不一样。你要走两下就会摔倒，走两下就会摔倒，因为你看不见它是平的或石头的时候，它很多东西一踩就底下什么东西嘛，一摔下去就可能就是几公尺要摔下去，就会觉得真的很好玩呢。就你发现到天空哦，有一点点阴阴的，开始一点点下雨，你心中就有点毛毛的。那待会会不会雨下很大？因为在河床里面，就发现到真的呢，因为水位变高了，水位就变高了，从本来脚踝到膝盖，膝盖就到腰这样子。你慢慢往前走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说，哎，叫天不应，叫地快不灵了，就发现有点害怕了。人生之中不要开玩笑，虽然你离吼有人的地方可能不到几百公尺哦，但你喊破喉咙都不会有人听到这样子。那到底要怎么办？两个就有点害怕呢。走回来的时候发现什么，你知道吗？发现水越来越高了，水越来越高了，对不对？你发现他说很奇怪呢，这个世界无聊的一个点就是你身上还带手机啊。水位这么高的时候，就发现问题就来了呢，就发现水越来越高了呢。结果你的人生只保护什么，你知道吗？只保护手机啊。就一直保护手机，你还怕手机淹到水，不怕人淹死呢？就这样子啊。结果更好笑就是这个时间点电话来了，你正在有一点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电话响了，一看要不要接这样子，一接问你在干嘛这样子，就你跪罪啊，你跪什么罪啊，一个跟开杠了，就是有关白，你已经挂掉，干嘛啥？就你看啊，你就这样子一直哦，你知道吗？有点像是办球泳的方式，还是手机？你还是怕手机弄到水呢？就这样子哦，连人吃到水你还不怕，因为再起来你还怕手机吃到水。结果你人生之中其实最危险的时候才知道你最在乎什么事情，其实最在乎什么你知道吗？最在乎贾博士啊，你知道吗？你的人生生命都不害怕了，就只害怕贾博士去刺到水这样子，所以你害怕你的手机弄到水这样子。结果到之后咧，弄两个弄好，在爬到岸上的时候才发现什么你知道吗？我告诉大家，以前那时候什么很多人讲的那个都骗人，说你在最危险的时候你才知道说你人生之中最在乎什么事情，其实不太可能。为什么你知道吗？刚才只在乎手机啊，到岸上的时候才你把手机往地上砸，你知道吗？我怎么没有救我自己？我以为只要救手机要干嘛，就看不清楚这样子啊。那结果就回来的时候发现他说，哦，那去巡水哈，没有问过也不行的，就问隔壁的阿龙伯，他到底怎么巡水？他说怎么巡水就骑，都快骑到源头的那个地方，看看是不是被堵住就好了。如果是堵住，就把东西拿开，他中间这一段大部分都不太可能会坏掉这样子。结果说啊，骑都快就可以了。说你看。人生不要有太浪漫的想法，很多时候你过度浪漫的时候，不见得你会让你的人，你知道吗，在往前走的过程里面是比较顺利的。所以我们在讲述这个的时候，发现他说，你的现实的跟实际面跟你的那种想象面的时候，那如果之后去做结合，所以你发现他其实需要经过一个，讲白一点就是一个时间，你要去了解。你看现在我们在讲的时候其实都很好玩哦，但是你发现到说这一路的过程里来的时候有很多的风风雨雨，但是你发现如果没有这些风风雨雨的时候，你发现你人生如果就很顺，就是一做二，二做三，三做四。就有一个朋友开店，我就问他说，啊，你开店的状况是怎样？他就是开一家，对不对？啊，因为他有央厨卖不完，他就开第二家。啊，因为他开第二家的时候有央厨，他又买了车，所以他就要开第三家。啊，因为你三家店有一部车要请一个人，开三家又不划算，他就开第四家。啊，第四家就发现这样子也不划算，他就开第五家，他就觉得说这样差不多到那个临界值了，但是他又有店经理，又有采购，又有人，之后发现他五家也不行，他就开第六家，弄来弄去之后就开第七家，啊，他就开第八家、第九家、第三家开过去。那他说，啊，你中间所遇到的状况，说没有啊，不就是因为有车就需要做第二家，有人要做第三家，有请这个就说啊，中间有什么状况吗？他说都没有啊。我说你发现他这样子就不是很好玩，你知道没有一点点
比较那好玩的事情，他说，然后什么好玩的？他就是因为就是一家开两家，两家开三家，说啊，你们不会像我们这样子有一些可能状况。所以我跟很多工作伙伴在讲的时候，就没钱的时候，对不对哈？在做事情的时候，其实很好玩，你知道吗？你的人生的构想里面就会出20000多个，因为你没钱，你就有一些想象在。所以我觉得说，你人生之后在往前走的时候，你在探讨这件事物的时候，它的可能有许多，但是你要如何挑选一个点之后去实践它。还有讲回来到这个，虽然我不是很喜欢老毛，但是老毛讲的两件事情其实我还蛮认同，就是没有，你知道吗？就是检验真理唯一的方式就是去实践它。啊，没有调查，他就没有发言权。啊，所以我们常常讲就是说，有些时候学生问我的时候，你到底要怎么做的时候，就是最简单的一个方式就是做对的事情，把对的事情给做好。啊，你有干单不？那你在做的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套同一本书让大家了解一下。这本书就很简单，《牧羊少年奇幻之旅》就很简单。你人生之中在往前走的时候，要记得啊，做正确的事情的时候，任何力量都会帮忙你。但是要记得哦，他人生走出去的拿这个汤匙在看油，在走过去的过程里面的时候，你要记得不要忘了身旁美丽的风景，就不要忘了爱你的人跟你所爱的人。不要只有你会做事，这样走过去，走到点的时候，发现回头一看，身旁一无所有，只有自己站在那个点的时候，其实看起来就会很苍凉。所以就慢慢让大家了解一下，说要做事情的时候要记得做对的事情，把对的事情给做好。谢谢大家，谢谢。谢谢。第十二还有12分钟的 Q&A 啦，那我不知道现场要不要 Q&A， 大家有没有问题想要请教杨老师的？有吗？有没有？把握机会哦，难得哦。虽然他说他一个礼拜演讲了1到3场，但是你可能要全省到处去走 ，follow 他才可以问到。有没有人有问题要请教杨老师？哎，来，你请说。老师，我还可以，然后一个问题，两个问题，可以然后 ，OK。老师，我想请问一下，就是你说农业还有未来还有无限的可能性，对不对？那对于一个学生，是会不会有一点遥远？那如果有兴趣，要怎么去实践呢？对农业有兴趣吗？就是如果，因为这些东西其实对一个学生，好，来，我拿一个麦克风给老师。就农业可能对于一个学生来讲会有点遥远，那如果。现在或是未来有人有兴趣的话，你会怎么鼓励他去追寻？走农业这一块。对，好，老师，我就常讲说吼，台湾的年轻人吼，有时候你不要因为学校看不起你，不要因为家庭，不要因为我们的社会吼，就之后你会觉得自己的状况。我举很简单啦，我本身吼本人也很骄傲，也看不太起别人这样子，但是我就跟你讲很简单啦，就很多大家可以的事情，我相信我自己都可以这样子啦。但是你发现，我先讲另外一个题外话，让大家了解一下說，说中国吼在当时在几年前有一个学生20岁出头，有一天在家里吼上网的时候很无聊，上网的时候他是数学系的，无聊就看那个数学什么百年难题啊，什么奇奇怪怪的啊，数学有个百年难题叫庞加莱猜想，忘记是庞加莱西塔潘猜想，他就一看这么简单，大家怎么都不会，百年难题呢？那学生20几岁就觉得这不这么简单，怎么不会这样子的？就这个学生就把这个东西写了之后，就寄给那个逻辑与数字期刊，就是有一个数学的权威期刊呢、啊。台湾几乎没有什么人可以投这个稿，这样他就去投了，确定是对的，但看不懂，很厉害呢，确定是对哦，看不懂。芝加哥大学就寄给他一个邀请函，问他说可不可以来做专题演讲，他就跟他讲说很简单，就是有没有机票。有没有住宿的地方去演讲不问题，但是要有机票跟住宿他才有办法去这样子。所以我跟他讲说这绝对是没问题啦，还有费用的，他就是寄给他机票啊。之后来的时候发现他说哎、欸、20几岁嘛，人家就看到他的时候发现阿丁、啊、老师来不来，他就说哎、欸、老师在驾车啊，这个破解的人啊是他啊，没问题啊，你就上去讲就好了。你要记得哦，在芝加哥大学里面哦，几乎现在的讲很简单嘛，新自由主义里面的法主，以前弗伊德梅就是这一所学校的经济系的主任，所以你发现到说他在这个地方演讲的时候，许多的人都来去做听的过程里面的时候，我讲很简单啦，中国当时的学校就决定哦，决定什么你知道吗？给他终身职的教授，不是助理教授，不是副教授，不是什么奇怪的，就是给他终身职的教授，啊，在他类似在中研院的地方。帮他留一个位置，因为已经上校了，一个人要35岁、40岁才可以进去里面，他就帮他留一个位置。所以他演讲完之后回去中国，就变成教授了。他以前的老师就变成学生的。你会发现到说，不要因为自己年轻，你会觉得自己的事情，那可能这个也不行，这个也不行，其实不是这样子。在台湾有一个年轻人，很多人在书上都会看得到他，不然在国小、国中、高中的课本里面都看到他，叫沈心凌。
有一次我本来写信要找他来演讲，我就跟他讲说，你知道吗？本人哈讲白点，爷爷很看不起别人，但我很少看到真的，我就是觉得他很厉害。他从12岁出来做网站，协助农友去做销售，做你知道吗？那个柚子跟柳丁是超厉害的呢。15岁出来跟政府打比战，就政府为了什么产销问题干嘛，里里扣扣哎，在报纸上面打比战哦。结果这一群当官的，竟然还写书他，我说我看就说哇靠，还写书这个家伙这样子，就在一路以来弄，就你知道吗？带一个相机去拍照，在台湾那种草根脸谱的时候，到时候还有出展览的时候，你发现他很年轻，但一路以来做的这个过程里面的时候，不要因为自己是学生，不要因为自己可能你会觉得说，因为社会看待我怎么样的时候，你发现其实你有许多是可以做的事情，但是不要太在意家庭的观感。学校的跟社会的观感的时候，你会做的事情会很多啊。其实你要先回去先了解到说，农业它有许多的部分，不管很多人会回去是不是要走种植的、走行销的、走品牌的、走设计的，或者之后走展览的、走什么时候，你应该先回去了解到说，你想要知道的农业是哪一个部分。如果你之后是要回去做种植的，那你种的这一段里面，你就先把它先想好，你要回去种的是种植的可能是禾本科啊、菊科、豆科、茄科什么科的。这个科别之后，如果你是要做行销的，那你先了解到那行销包装之后要怎么做。我觉得说你要先经过学习，因为学生吼有一个好处就是就简单的嘛，你可以尝试。哎，反正你有正职，你也正职的，其实你是学生，所以你在外面做一些奇奇怪怪事情的时候，大家都不会觉得你太奇怪。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有正职，就是学生。如果你是毕业之后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人家就想说啊，你是无业游民，在做这個，啊你干好嘞？所以就是说，你现在的身份底下其实是一个很好掩护的时候，你可以做的事情跟了解事情其实是很多的，所以应该要去把握这段时间。谢谢。谢谢，哎、欸，很有道理哦，真的。这个学生是一个很好的保护色、哦。好，第二个问题开放，第二个问题啊，来，你请说。我要请问的就是说，因为那个农夫自己，对于那个农夫而言，其实是一个很辛苦的一个负担跟工作，因为他平常必须要照顾他的作物的生长，原本的对。那而且另外一个问题是说，农夫对于种植的作物其实是有限的，就是说他没办法种一年四季或者符合农夫自己开办的活动都可以有农产品可以输出。那对于这样子啊，在那个农夫市集，农夫跟28农夫市集这个地方到底是怎么去做管控？因为其实做农夫其实没什么东西常常可以卖啊，而且还限定时间，因为作物结果的可以收成的时间，一年可能只赚那几个月，对不对？就只赚那几个月卖贩卖而已。我这个很简单，就是我希望让大家了解农业，你知道吗？我最近在告诉大家说吼，我很怕就是大家对农业不懂啊，讲述农业的时候就讲到自己有一套道理。我觉得很简单嘛，就是说你应该回去讲说，你讲的是说我们应该分的说，如果可以常来农夫市集，他种的就是叶菜类的，叶菜根茎的，叶菜根茎几乎你的收成时间其实是很长的，几乎一年吼12个月里面几乎都是有收成啊。如果所以你种的是禾本科的，禾本科就是你种小麦啊、种水稻啊、种玉米的，就是你会有一段时间的种植期，但是会有一段时间的收获期。但碾米之后，你可以卖的时间其实是有一个时间在的，你可能可以卖个半年或一年的时候，它其实是有时间在的。玉米你的栽植里面哦，你的轮种就是所谓的你那种就是间隔性种植的时候，你几乎是每个月都可以去做收成的。如果你除非是走路养殖，养殖几乎也不是太大困难，就是除非你种的是季节性的水果，季节性的水果你种的今天是柚子，它就会有一个一年只出产那、可能一个月种的是李子，种的是桃子，种的是水蜜桃，种的是相关，你那种出产时间点里面才是短的。所以我们常讲说，你在农夫市集的时候，我举很简单啦，农友都说农友很忙，你真是骗别人没有种过田，你知道吗？农友哈种一年种一个月，就是种一期的水稻，4个月里面哈，大概只有那一个月到20天在田里面。其他时间就是现在的种水稻一个人不管种4分、种4甲、种40甲，他几乎都是打电话去叫机械来的，打电话打3通电话，水稻就可以种得起来的啦。打电话人家来整田，打电话人家来插秧，打电话人家来做收割。他最大平常的工作里面就是进水换水，进水换水，进水换水，
就这样子。我有朋友一个人也种一两百甲，但是就是你的栽植的方式跟管理的模式会不一样而已，就不是说如果你种菜，它的时间上面可能就会比较繁忙，种菜啦，种水果，它就是会有固定要你要修枝啊，要不要接花苞，要不要去套袋，不要干嘛，那它的时间点里面不要告诉大家说整天都在田里，这是不可能的。那农友，我跟你讲，你回去看书，那你要做点头、点啊头，这就是人讲迄个树啊卡，还是庙边相关的。你发现到说啊，为什么都聚集那么多农友在那边哈啦？他如果整天都在田里面，这个地方不应该有人，你知道吗？所以他整天这里都有人的时候，代表你告诉我说啊，农友很多人告诉啊，农友很忙啊，在里面种植干嘛？所以他根本没有办法出来农夫市集。我跟你讲，很简单呐。我常跟农友讲说，你要在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点里面找到未来20年的通路，因为你东西卖不出去也不是今天的，你在家也是卖不出去的，你有干单不？你在家睡觉也是卖不出去，你不如出来外面走走晃晃，看看这个世界正在干嘛。无聊当然出来交交朋友也好，因为在家里哈，农友我每次只要去找农友的时候，农友就会很舍不得你走。为什么知道吗？因为农友很无聊，他可能就只有一个人、两个人，他在那边种的时候他就很无聊。好像就我有一次去找大花农，他种玫瑰花的，他就问你说：“你待会要不要吃饭？”因为我就坐他的车，因为我骑摩托车从高雄那边，他就骑摩托放他家，他就问他说：“他问我说，你要不要吃饭？”我跟他讲说：“这阿毛看那边灯一个熊没安装，因为我就去屏东九如，我大概骑一个多钟头回去到高雄呢。”他就告诉我说：“要不要去吃饭？”我跟他讲：“买，因为待会时间有较暗一过，待会骑会有点远这样子。”我讲：“伊讲好，伊在开去，板条哎，有几个人现在做知名哎，九如他几根板条那边，他就停在那边，他自己车门就不锁，他人就走去板条店，你要不要下去吃？你说你不下去吃嘛，他又在那边东西点一点，他自己要吃，你又不可能坐在车上看他在那边吃，也不可能的，你又下去吃，吃完之后他说他们最近附近有一家卖饮料的很好喝，你要不要喝喝看？这样子在地怎么熬的，干嘛的？他带你去喝一下青草茶什么东西的，莲藕茶的，你要不要喝？去的时候你说你不喝，他待会就拿三杯，一人一杯这样子。”你要是弄一弄之后开回到家里的时候，他跟你讲说：“对呀，不要回去高雄，好远呐，对不对？你住我们附近啊，不然住我家啊。早上的时候5点我要带你去摘玫瑰花啊，对不对？玫瑰花长得多漂亮，5点要去摘玫瑰花，你跑这么远回去到底要干嘛？”你跟他讲说：“拍谁啊？你坐啊，你讲啊边拍谁？”那时候你在坚持要走，对不对？他去的时候想说：“你去到他家，你要到他骑一个多钟头，中间不见得有厕所，想要不要先借厕所？”他去开灯。他就开灯嘛，他不是开厕所灯来去厕所呢，他是他家灯就打开，他就把他家的饮料拿出来，他吃的就放桌上，有一个去厕所，他就另外一个人就会站在那边，他想说要不要屁股就坐一下，就不可能也不坐，人家东西拿出来不然你屁股坐一下，坐一下就说饮料不要打开喝一口，喝一口东西吃一口，等换你去厕所，另外一个出来的时候他不会开饮料，也会嘛，饮料也开了，东西也开了，就坐一下，你会不会好不容易说借完厕所东西开的都没喝完，你人就走，那至少讲两句吧。那两句可能要讲起来要讲半个钟头一个钟头，对不对？你说农友说整天你说他很忙，我告诉你好不好？没有大家想象这样，每一个工作他其实都是繁忙的。但是为什么台湾的农业其实是很软性的看待？就是说，因为我们台湾从战后1950年代前后的4年经济建设方案，一直走到这个时间点的时候，台湾的国家跟台湾的政府对不起的是50几岁以上的老农，所以政府要给你老农年金啊，给你补助啊，给你相关的事情，那个都是针对50几岁以上的老一辈的农友所付出的这一段的努力，让台湾的国家社会变进步了，是这一群人哦，而不是这50几岁、40几岁、30几岁、20几岁的这种，你回家去种田，你就告诉说社会应该对你怎么样？我告诉大家，没有这回事啊。他今天出去，任何一个人出去工作，他都是辛苦的，谁不辛苦啊？谁不是为了这一口饭吃才去工作？是不是这样呢？所以你就说因为我做农业，社会要对我好一点。那开玩笑，那开面摊，社会怎么不对他好一点？听得懂这意思吗？所以我觉得台湾的人就是观念要改变，不要再用以前的方式去看待现在的农业了。现在农业它其实正在改变的过程的时候，我觉得说它会往好的方向一直往前去走，但是不要再用老式的一种，就农业是很可怜的，农业是怎很悲情的，农业是怎么样子的时候，我觉得说应该还是要回归到农业的基本面。就农业的种植里面是可以过生活的，可以养小孩的，生病之后是可以看医生的。你做了这种方式之后，才可以叫农业，而不是回去做农业宗教，就是看着农业是怎么样的什么蛇的里里扣扣，把农业那种很负面的观感去做散播之后，再从这个散播的方面里面取得费用，
再用这个费用去过生活的时候，我觉得这样子是不好的。所以我觉得还是希望大家看待农业的方面，你们还是要从正面这个角度去做看待的时候，农业才有办法走得更长跟更久这样子。谢谢。谢谢老师，那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所以如果还有同学，如果还有问题的话怎么办？上网去找杨老师的 email 可以哈，就跟杨老师在网络上沟通好了哦。其实 FB 也有嘛，对，其实都很欢迎大家可以随时交流意见的。好，那今天非常谢谢杨如门老师，那同时呢也非常谢谢我们元大金控还有时报出版社举办这样元大文教基金会，对不起举办今天这样的一个活动。那记得哦，今年还有十场，今天第一场啊，还有十场，每个月都有，记得上网去登记，赶快报名。好，谢谢大家今天参加，谢谢。